第二次上的擀面的其实味道都很香，他们的香都是香在肉燥啊。再就是这家的话面店比较便宜，因为这家干面的话40块，而且还可以免费加麻酱，所以我会选择这家，因为我上次吃的是另外一家，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。我们点了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点了干面2碗，像我们还点了一个综合的米肠，还有一个香肠。还可以加个一汤匙的蒜，这个可以自行加，帮我把它加到面里面去，够吗？够了。他们这家的面哦，肉燥特别的香，在这家的话可以免费让你加麻酱，这就是麻酱，大家看，免费加的哦，所以它一碗面才40块而已。我们来试试看它的面，单纯的干面。它这个油葱味特别特别的香，非常好吃，真的。你不觉得很香吗？你不要加麻酱都很香。那我现在加一汤匙麻酱好了。马上变成麻酱面。来试喝汤，我们今天是综合汤，综合还有小肠，再就是隔间肉，还有就是猪血，我来试试看。味道很重，但是不会烫。我们现在试试，这是芋头糕跟蜜肠，还有香肠，它这算是综合的一份。我试看，这个就没什么特别。香肠也还可以啊，感觉上味道好像跟每家都差不多，所以我怀疑他们是跟同一家批货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。